一件车祸吼，是两个家庭稀里里的，红龙桥迄落拜拜啊，啊伊若想咧趁钱的吼，规家伙啊都泡妈妈，啊无钱，无人咧趁钱转来，啊这家庭要维持，对无？啊龙桥人的咧，嘛免欢喜啊，龙桥人的就爱乖呢，爱搁赔人钱呢，所以吼、哦，一件车祸吼，是两个家庭以上啊稀里里啊，所以头拄啊大家讲咧食烧酒啊。啊，啉甲醉醉，弄甲出糗，啊，弄甲稀里里，安尼，啊，那目睭金金，心上中，迄种无效啦。咱即摆讲的，就是要讲预防。阮老代表吼，真良心的，讲看下来，阮都做餐人吼，啊，安全无卖比赛。我知影你的心情啦。我嘛是做餐大的吼，阮剩下囡仔，阮就比恁种搁较超低。但是咱讲真正话吼，自从咱台湾开始推动这大安全无了后，迄人吼，减侪足侪会死亡的，